维尼西游记。这次 Christmas Holiday， 我计划要跟在德国的朋友一起到西欧玩两个礼拜。第一站我们要去比利时，所以我先一个人搭飞机到比利时和朋友会合。于是我们就开始了这趟旅程。比利时的马儿，你说说今天小童怎么了？今天小童没有手，没有握着小鸡鸡，然后也把也戴上面具，什么都看不到，就像是一个屠龙宫做的。这是什么东西？你的脸呢？脸呢？哎，看完小童很失望的我们，决定去旁边吃饱甜死人的奶油松饼。Everything is 6 euros. Thank you. Welcome.吃完松饼之后，我们就走到布鲁塞尔的主广场，不免俗的一样有象征耶稣诞生的布置，还有超大圣诞树，重点是旁边的建筑物都金碧辉煌，好华丽哦。可以进来慢慢那里走。接着我们就在路上看到一对很有趣的街头艺人，他们把街头的气氛炒得超级嗨。你看他，好可爱哦！我们现在要跟布鲁塞尔说拜拜了，拜拜。然后我们要坐火车去根特，耶，拜拜。